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最后的守护者。来登录吧，这边可能是游客，有没有玩过啊？试试看。这个登录的界面好像哦。最近都玩一些战争策略手游嘛，那 Play 商店就推荐我玩这些国外的这种战争策略手游，看起来是。好，最后的守护者策略战争 Last Guardian Strategy War， 还有一些后缀啊。小心一点点好了，尽量小声啦，因为有时候那个会有一些版权音嘛，版权音比较麻烦，我就后置丢其他音乐上去就变得很吵，没办法。要把人生分离的话要花钱买 VIP 这个剪辑软体，我都是用免费的。不知道有没有中文呢，目前是英文啦。好像有点现代又有点科幻吧，应该是有点科幻，因为这个建筑物看起来像科幻建筑物，就是融合现代军武这样。好，进入战斗系统。可以拖拉荧幕。我们应该是左边吧。好，它看起来是那种教兵的塔防玩法。他们可以在教兵，我这边可以在教兵。消耗子弹吧，哦，消耗子弹。杀死敌人有子弹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士兵的总数量吧。我们就看图说故事啊，不用看他的叙述啊。他的叙述应该就跟我讲的差不多吧。哇，我们坦克车来了，还有一些火箭兵。但是我们这个要在小兵叫小兵，还要再消耗30个子弹，然后会有3个人口。不，过关。有没有这个战争就有点？比较现代军武，就有坦克车啊，有枪兵啊，机枪兵啊，火箭兵啊。然后，可是它建筑物给我感觉蛮科幻的，这种科幻建筑物有没有？我们没有这种建筑物。最近的这种例会都是有点 AI 例会，有没有？大家看到了吗？这种人脸，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吧。然后这个地图，它这个建造这个内层啊什么，给我感觉像网页的那种一张图片，也是很简易的感觉。待会儿等那个玩完之后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中文吧。试玩而已啦，试玩。training 一下，训练我们的士兵。我们要更多的资源 ，more resource 啊，哦，我们才可以获得更多的 reward 的奖励。这个是 instructor 什么 Johnson， 好，战斗，继续战斗啊！一开始都是推进关卡嘛 ，SOG 战争策略游戏都这样，之后才是。开始去打其他玩家，真的这都不用挖壕沟哎，直接互打，太扯了。战争的时候都马上挖壕沟，慢慢推，慢慢推。那个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战争就是这样。
拿命换命。这边是新的 enemy 敌人，他的血啦、攻击力啊、防御是不是？啊，好，他的盾好厚、哦，我打不过我。嘣！有没有什么告诉我们有新的兵种要来克制他？跑出来了，新的兵种可以贯穿他的盾。嘣嘣嘣嘣嘣嘣嘣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这个27子弹，然后这30枚子弹，然后他的生命不知道怎么样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过了过了过了，有三星成就，两分钟内获胜，然后杀死所有敌人哦，好，反正就三成就。今天是1月8号，刚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KOF。昨天玩的哇，流量也好低啊，已经没有人要玩了，已经没有人要看了。我记得我以前刚做频道的时候，主要我那时候流量来源是玩一款叫《重装战机》的美少女卡牌，美少女家那个机器人，然后我就一开始流量都不错啊，有几千的啦，对不对？都好几千啊。每天发，每天发，然后后来他流量就慢慢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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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跌到500-600啊，多少我就觉得哦好低哦，我就不想做了。喂，500-600，现在我来看已经很好了，现在已经不行了，现在的 KOF 哇好低啊，刚看竟然不到200啊。就一个游戏没有新东西嘛，然后玩家就一直流失啊，就会有这种循环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就懒得持续玩某一款游戏，他那个很难一直往上走，最后就一直趋于没有玩家，游戏都结束营运了，怎么会有观众？或是说某些如果你是专注某个手游的人或者某个游戏的，就有一天他结束营运的，那你势必只能换游戏转型啊。就是像我这种游戏试玩的频道，应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。以前他玩某个游戏，哇，好红哦！举例《灌篮高手》，哇，《灌篮高手》好红哦。然后他刚好跟上那一波潮流，可能他流量都很好，然后后来又流量不好就下去了。那种经历我早就有过了，所以我就很懒得去专注一些旧的游戏，我就干脆就试玩新游好了。试玩新游流量也是有限，就试玩一下就再换下一个。好，这个是章节任务嘛，第一章。那我们看看那个设定吧，有没有设定啊？好，这个 AI 例会 ，AI 的脸。AI 的头像，阿姆，肯定可以打中文的，不行，要打三个以上。成分可以，你看打完才能进来啊，所以我才想说要打一下。我、哦、这个整形过了，韩国脸，哦，韩国那个偶像的脸，有些都长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 setting 吧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有减中，为什么一开始不给我们减中啊？好不容易啊，玩了8分钟，对不对？这游戏下载次数10000+而已啦，然后最近更新是2023年的11月底，发布也是10月底。哦，反正他就是发现我有玩这种游戏，他就推荐我玩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减中了。应该没什么聊天吧，还不能开是不是、啊、好，通关，这边有一个坦克是我们的关卡、哦、稍微记一下，这是为什么虎虎的啊，哎呀喂，待会我看看有没有画质可以调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步兵，然后还有一个
平均加速这个，这是我们的英雄吧？好，英雄，感觉是英雄。一样，他还是运用那个 AI 的脸孔嘛 ，AI 的卡牌，节省他们的人力成本。应该说节省那个游戏的开发成本。那这边就跟刚刚那个塔防玩法不太一样，这边好像是两边对战而已。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这是什么，这是下一关吗？还是离开？好，领取又获得了一个女英雄。这个 Life 2D 是只有放大缩小，然后稍微往上一下，膨胀缩小，比较简单。好，获得了那个角色一星啊，特种行动。这个是迪士尼脸啊，迪士尼角色的脸。好，第二张特种行动，我们再看一下刚刚那个有没有画质啊？选项，我不知道，他写画质，然后这个是 H 是 High 吗？有感觉好一点吗？选项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有好吧，可能有好吧，自己幻想一下，看不出来。因为他这个，我就说他这个建筑物就糊糊的啊，就一张图片，就是你可以，可以缩小吧？怎么缩不了、啊？真奇怪，缩不太了啊！升级一下，这边有立即升级，卡卡的，卡卡的，奇怪。卡了一下，卡顿。怎么卡顿啊？哦，我卡顿啊。我们先做一下第二张任务好了。像这种就是固定建筑物啦，你不能自己去修改位置。重装兵营，训练一下 ，training 一下。然后医疗所，好，我们打一之二，他这个一之二就不是刚刚那个塔防了，感觉就直接对轰啊，阵型，我方阵型步兵特种兵，他有说要干嘛？我们这个上升应该是有克制吧？好，来吧。我刚连下了两款这种游戏耶，另外一款是一个丧尸游戏，好像又是直立式的丧尸 SOG 也是很多啦。我刚刚把音量稍微调大声一点，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指挥官头像，然后这是我们的两个英雄，然后这是离开吧。好，第二张做完了。物资危机，好，继续开战。他说这个没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是塔防玩法，然后我们那个特种兵没用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的英雄好像没用。好，那我们就玩这一种。一开始的那个子弹蛮多的，可以一直叫。有盾牌兵我们也不怕啦，我们有这个，对不对？克制一下。而且子弹用不完啊，子弹真的用不完，人数已经满了，只能20人，我们现在已经2亿了，除非有这个士兵死掉，
我们是不是还蛮坦的？啊，这种就是那种塔防的玩法啦。是两边出兵对抗的那种玩法，不是单方面防守的。你看我们都没死啊，都没有死。你看他每回一直出兵有没有？好，打爆！现在的 SOG 游戏都会这样，各种战斗的一些系统，都把它拿过来用一用。我比较不喜欢玩那一种三消的，有那种三消的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一些魔幻游戏啊，结合三消五只英雄，然后去战斗这样，奇怪。他又要点一下，要加速一下是不是？你看，要加速，加速不了。啊，农田。农田不足啊，你要再点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还不行啊，加速一下，因为它是要那个四级啊，不是盖了就可以，有的是盖了就可以，它这个一定要四级。一开始一定是加速啊，因为免费嘛。之后只能慢慢来。好，研究院解锁经济建筑物加速。好，这些都有。好，一样章节奖励又会获得这个新的兵种，重装兵，然后这个是英雄，就是特种兵吧？这个游戏是不是叫特种兵啊？将领哦。好。AI 哦，AI 例会，迪士尼例会，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例会，然后这有点像那个电脑 AI，现在 AI 绘图都长这样。好，那剩下的东西就先这样吧。有兴趣的人还可以体验 VIP 哦，24小时 VIP，真的假的啊？哦，然后这个是世界地图吧？哦，世界地图，最终哈姆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其他的国外玩家吧，因为这种游戏通常都是要国际服啦。你如果只在台服的话，其实玩家不多。然后我会有一个防护罩，可能就是一天到两天可以免战这样，我可以免战，人家就打不了你。OK，那就先玩到这边喽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